叫每次遇见都更加耀眼 Be a girl out 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出现所以想引起你注意努力每天也要练习 One day, two days, four, five, six 直到对你说 Hey, hey I'm ready, say hi, boy, don't let me down I'm ready, say hi, boy, don't let me down I'm ready, say hi, boy, don't let me down你怎么在这儿？我去烧糊涂了。我给你买了点早点，还热点。你吃着吧，吃了吧。昨天怎么累成这样？昨天晚上肖哥带我去健身的，可能第一次去不太习惯。肖哥，又是他。你怎么不叫我哥？我迟到了，时间不到了。不行，你生病了就不能去。没事儿。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再这样去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的。我真没事儿，还要好的快递要送。那我和你一起去。您好，您好。请问这快递是放这儿吗？哎，是是是，哎，拿给我就行了。打扰您休息了。哎呀，不打扰不打扰。哎呦，现在快递也真是发达呀，找来这么两个帅的帅哥来送快递。哎，小帅哥，我这里以后有快递啊，就都是你给我发的好不好？没有电话吗？哦，您好，我叫光光，那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嗯，那行，以后。我有快递就找你啊，小帅哥，你也给个电话吧。嗨，把你的帽子全买下来好不好？好。钱给你。好，不用了。还机长。拜拜拜拜。什么？上车。走了。带我去哪？你好好骑，我告诉你怎么走。好。几层？十八。你自己坐电梯吧，我走楼梯上去。为什么？我恐高。这和坐电梯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会不自觉想象自己站在半空中，这种感觉实在受不了。我从来不坐电梯啊。我陪你去吧。
放一个，我帮你拿。不行，你就陪我爬楼梯了，不能再让你替我拿快递了。你这么倔呢？快递员只需要送东西，没有人会帮你检查里面是什么。还有，你的上面写的是情趣内衣，我们要是检查了，就是侵犯你的隐私。所以啊，你要是觉得货物有问题，就找商家退货吧。走。哎，过来，手给我。哎呀，真不行！你去不去？我们回去吧。回去。哎，你放我下去！别动！你不会把我扔下去吧？我让你别动，放你弄好了。放轻松，头抬起吧，冷静，然后慢慢的把身子转过去。真的不行，看不看？来，没事儿。眼睛睁开。光光，很多事情如果你不去尝试的话，你就永远不知道尝试之后的滋味。像今天你如果不上来的话，你就永远看不到从高处往下看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其实世界上啊，原本没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只是我们把它想得太过于复杂。就像小的时候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还有第一次失恋。光光，答应我，以后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不要憋着，因为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陪着你看日出日落，就这样静静的。以后有什么话想说的时候，想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还有想做一些你想做但又不敢去做的事的时候，记得来找我，知道吗？
这里有皇府的劲爆新闻，问一下你们主编有兴趣买吗？关于皇府是不是同性恋的传闻，我这里有足够的照片证据。看到没看到，你赶紧走，都什么时候了，走什么走呀。珍姐，你不是有私交比较好的媒体吗？让他们先撤了。事情闹这么大，私交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大罗神仙，你们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吧。你听我说，从这一刻开始，你不能够相信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你现在只需要对所有的记者说，等你回到北京会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开你的恋情，告诉他们这样纠缠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新闻。听我的，千万别冲动，一句也不能够多说，明白吗？等我回去，我会在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公开我的恋情。谢谢大家关心。我看今天我们还是散了吧，我相信黄甫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的。别说风凉话，该不会你已经私底下跟黄甫拿到独家访问了吧？我向大家保证，没有独家。只要我一回去，我就会召开发布会。感谢大家辛苦。对啊，我们今天就散了吧，走吧走吧。好了，我们大家走吧。走，真是可怕，没想到当明星这么恐怖。吓着你了吧？这次是有人故意整我，没想到把你也听了。没事，没什么。姑姑，圆圆，你听不到吗？圆圆，哎，不许看我！你干嘛看我啊？完了，这两个人估计把脑子撞坏了。你快看看我的眼睛，是他，是他。哎，我只是被自己吓到了。过去了这么久，他一直在想念你爱的那首歌，他还没唱完全。他看见你的脸，想看见他出现，你和他之间已分不清界限。他不愿让你一个人独自过春秋夏冬天，他不愿让你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心愿，他不愿让他一个人活在另一个的世界，他愿意为了你勇敢走出从前，直到他们又相见。